与其怀才不遇，不如成为自己的伯乐。大家好，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冰燕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，可能是演讲、画画、设计、唱歌、烹饪、健身，甚至是理财等等。可是现实中，很多人却怀才不遇，始终没有遇上自己的伯乐。我明明很有才华，为什么没有被星探发掘？我明明很努力工作了，可是为什么没有被上司认可？这些问题我曾经非常困扰，可是现在的我终于走出来了。我知道不是每一匹千里马在一生中都会那么幸运遇上自己的伯乐，就算某一天遇到了，也可能人老珠黄，力不从心了。与其守株待兔，等待伯乐的出现，何不成为自己的伯乐，透过网络平台推广自己的作品呢？2018年，我辞掉了我的正职，全心经营我的网红事业。经过2年的时间，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，成为了一个拥有180K 粉丝的大码网红，甚至换来上电台、上电视、登上演唱会，甚至得奖的机会。作为一个 YouTuber， 我能够获得马来西亚新一代魅力成功企业奖，我真的感到非常开心，证明我过去的努力真的有被人发现，也打破了一般人对成功的概念。除了家财万贯，还有一种成功叫梦想实现。为了回馈社会，我决定开办1对1的网红培训课程，将我过去在网红事业上所学习到的知识分享给需要帮助的朋友。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每个人的梦想和目标都有所不同，唯有1对1量身定做的课程才更能解决你现在面对的问题。我会确保你跟得上学习的进度，也会确保你真的有所蜕变和成长。无论别人怎么理解我们，怎么嘲笑我们，愿我们都能成为自己的伯乐，在成长的道路上不断进步，总有一天你将会亲手打开成功的大门。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冰燕。